刚刚还在打，所以没办法开台。刚刚在跟这只对战，刚刚是边打他边打开 OBS， 然后打一打打到一半，再打英文，打分类有的没的这样子。浮眠吗？打浮眠吧，看一下。浮眠好。狩猎大型物，狩猎大型物。晚上好 ，ASA， 夜夜安安，静安安，乔治安。承接 ，Monster， 自由，良心，等下应该是杰克跟允月吧，还有酱油不知道。那等下不知道他们要打什么。如果是打伪王的话，我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走辅助路线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要打哪边。现金，吃肉肉。各位晚上好。啊，不太喝这个。出发。艾米那些都没有回去那个，怎么讲？明天回外婆家吗？
今天是礼拜六，没错吧？哎，今天礼拜六吧？应该不是礼拜日吧？礼拜日的话，我是要跟巧克力玩哎。哦，礼拜六，好，没事，过到忘记日子了。睡觉，醒了，啊，晕了，布布救我，布布，你还在睡啊，布布？哇！醒了。好屁呀！新年快乐！哎、欸，司空仲安安，空宇安安，韩寒安安，晚上好。好了，我就按。哎、欸，他快死了、欸，那就拜拜。嘣。还有三天，我要去把 CW 的东西弄一弄。哦，好忙哦，顾开台，顾商品，还要剪片，好忙哦。啊，你们都没有回外婆家吗？还是明天？还是有人已经回过了？
一下哦，今天有酱油吗？安安，谁？我要 Iki。老居安，あら、ゴキダン君。ゴキダン君。好了，每日解完了。啊，我们来解这个好了。然后 F 八 R 多了这个，壁毒龙会把撕下的肉带回栖息的地点进食，真的很想亲眼看到。不小心被发现的，小心不被发现的追上去，或者展开攻击削弱它。等到它滴一口水、东张西望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观察了。嗯，我去 Google， 太不懂了呀。壁毒龙，的晚餐。冰原等他掉肉回八区，三星好像要等他把肉放下。哇，太难了吧！更换装备，来，我们来今天的观察日记。啊，今天那个杰克的那种杰云吗？没有出现呢，开始会叫错他名字了。哦，他肚子饿，他肚子饿，他现在肚子饿。看一下哦。
哦，他咬肉回来了！他咬肉回来！他咬肉回来应该是这吧。不是这。哦，是这。欸，真的一瞬间欸，我的天。我看看有没有完成哈。好难哦。哇。不好解。两项，看一下哦，哪两项？哦，不够大哦，不够大是不是？好，我再去，我再去，我再去。还有，木关，欸，不是啊，你有本名又叫你绰号，这就是大家都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谁了，还是要叫你本名，对吧？呼啦呼啦，呼啦呼啦。他不一定会饿欸。有啊，他有流口水。欸，这只比刚刚的小一点点。学妹安安，其实有这个飞翔爪有个好处，就好处蛮多的啦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打不到空中的怪物，就只能靠这个了，只能靠飞翔爪的这个攻击了。
放下咬肉的瞬间，放下咬肉的瞬间，我有完成，可是就是我不够大，会一直出来，不能尿尿。这读太久了吧？放下咬肉的一瞬间，在拍的过程，我心跳超快耶，天啊！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的记录档还没上传完，我先穿插一下哈。难怪想说，好像还有个事情没做，下午的记录档没弄完，我先弄一弄。来，先看一下完成没。そうですね。N， 拜托，居然符合条件啦！哇哦，哇哦，我太强啦！这个还没，这个要去找啊。这个等一下，我先把记录档弄一弄。传统工作室什么不是就要很紧张很紧张，他已经慢慢靠近了你就开始紧张，我差点心悸发作。这个动作好无聊，我们摆个 pose 吧。决胜姿势，等一下应该有个姿势啊，我找一下哦。动作不是敬礼，隐藏，突然会大笑，真的假的？
哇、哦，好吵哦！女生怎么会这样子？叮。不是，听我解释，因为我要切画面，所以我按 Auto， 按 Auto 它就变成屁股模式，欸、又没有嘞，奇怪，怎么这样？哦，这个孔明的好丑，等一下换掉。想说应该蛮好看的。新增魔物猎人冰原，然后插广告，六七，哦，昨天记录档传了快一个多小时，然后才好不容易把它等到它传完，已经五点半了，开太久了，七个小时，然后每个小时都四十几分钟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去看下一只要在鹿山湖台地。晚上了。晚上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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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不起来。急躁蜻蜓，这里一只。唱起来，唱什么？晚上要夜唱，冲啊！谁要夜唱？老子要夜唱哦！哦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，我蛮喜欢夜唱的，那时候跟以前同事一夜唱之后我就回不去了，就觉得时间好像是另外一个时间一样，然后一出一出